玩具都玩本土，收藏家搞怀旧市集，租心头号。咁多样怀旧玩具，你玩过几多件啊？家阵个个都玩怀旧，这个收藏家都唔执书啊！香港如果本土的小朋友咧，即系玩具其实唔多嘅。咁佢當時見到呢啲咁嘅玩具，亦都非常之中意噶啦。何止佢哋中意啊！我哋睇到回憶都湧曬出嚟啦。不過玩具唔可以淨係玩嘅，原來有啲細位同歷史都有關噶。嗱，呢個玩具咧就係寫住 Empire 噶啦嚇。咁當時嘅玩具咧係用呢個咁嘅鐵皮生產嘅。咁當然而家呢啲玩具係唔符合呢個安全嘅條例啦。第一睇到 Empire Made 殖民地色彩就未出曬嚟。香港六十年代之前嘅玩具，因為簽署英聯邦國家互免關稅做貿易，就會咁樣寫。六十年代之後就已經轉翻做 Made in Hong Kong 啦。如果見到玩具包裝靚一靚，例如公仔成個金頭髮外國人咁樣，就多數係出口去英國、歐洲等地。而當年嘅本土男仔原來中意收兵嘅。譬如射波子，咁輸咗嗰個咧，亦都係即係會係交啲兵器俾對方，等大家對方收集，當一個好似係籌碼咁嘅意思。女仔就可以幫公仔紙扮靚，著下靚衫，唔好睇得樽紙咁簡簡單單。Stanley 話以前小朋友已經好受落噶啦。港產靚嘢又邊止玩具啊？仲有呢樣噶嘛？而呢個廟輪嘅轉動咧，佢係配合翻咧，佢中面係有一個顺时针方向的花瓣，而这个庙轮呢刚刚是转动在逆时针方向的花瓣，所以制造了一个呢是好像一个菊花形或者一个万花筒形的那个变幻出来。看了这么久你都心思思想玩的话就啱晒了。事关嚟紧礼拜六会搞个怀旧市集， Stanley 和其他收藏家会一次过 show 自己超过300件心头好出来，到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啦。